咱这间厝买起来了后，所有好代志一件接一件，这间厝哦，应该算是咱的起家厝。我相信以后，咱一定越来越好。 正浩，做我甲正浩，做伙买这间厝的时阵，是安尼甜蜜、幸福、快乐。想袂到今仔，你出来等来创啥？ 正好，咱甲我行李摕过来，这就表示我要住落来。这敢有需要吗？无唔对，就今仔日开始，延续了暴力的搞作的大。想袂到我甲正好的感情，会行到这个地步。十几年的感情，有到今仔，敢若剩伤害较痛苦。 我的心比起予人前两万关搁较痛，我的梦想就伫个遮结束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摆。 嘉龙，你哪会来？当然是来这里啊！我为透早就伫外口，徛足久的呢。啊，你哪会知影我今天要回去？你的个性我阁无了解哦，你就是惊麻烦别人，一定是哦，将物件收收的，一个人定定啊离开。我毋才会叫嘉龙一透早就来遮站岗，准备替你提行李。嗯，而且三姐哦，阁不准我饲电铃。 哎，我等你家己出来。当然啦，这间厝会当讲是二姐到三间建立的，内面一定有真侪回忆。即摆要离开啊，绝对就唔甘的。我是希望二姐留一点仔家己的时间。佳宇、佳龙，多谢你。咱是一家人呢，讲啥物多谢。嗯。二姐。 你的行李就敢那一卡？上重要的，拢去用抢去啊！剩的也无啥物重要的啊。而且，过去的代志就莫阁想啊。为即马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专属小笼子兼私人保镖。24点钟哦，讲你全天候差遣。 你只要饭来张口，茶来伸手，甲你家己当作是贵妃娘娘同款安尼就好啊。无唔对，不管别人哪对待你，你拢是阮上爱的二姐，阮嘛一直陪你。那是张正浩甲迄个臭小三哦，那是搁较欺负你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嗯，非得君子报仇，三年不晚。我会好好想一个计划，看要安怎处理迄对奸夫淫妇。 煞煞去啊啦！我真正忝啊，我无想要阁管你的代志，因想要安怎，随在因啊。我知影你的心毋但忝啊，而且阁全伤，所以我甲嘉龙，都要带你倒来咱迄个温暖、阁安全的家，沙龙的每一工，你。
阿哥，你巴肚内底的囡仔，拢会感受到咱全家伙啊满满的爱。未够有人娇娇你，嘛未够有人伤害你。你唔是家己一个人啊，我会一直伫你的身躯边陪伴你。记者嘛，我先请你做个代志。我真正对婚姻还佮有人生感觉足失望的。我家在有你，有爸妈，是你一直伫我身躯边陪伴我、照顾我，给我支持佮力量。我真正毋知要怎佮你说多谢。别搁哭啊！爸妈搁伫咧找因等呢，行，咱来等。对，咱做伙回去迄甜蜜又温暖的家。嗯。快。加班了。嗯。哇，家里最菜。刚刚要吃团圆饭呢，本来都是吃团圆饭，只要一家伙做阵吃饭，那都是吃团圆饭啊。顶个只家秀卡电话转来吼，伊讲伊这硕士论文已经完成啊，啊，今嘛就等考试了，啊，毕业了伊咪倒转来。然后咱就甲大姐叫转来，就会当吃更加大摊的团圆饭啦。你哦，你敢那想来？你好，很酷啊你哈？不是啊爸。你误会我的意思啊！我的重点是团圆那两年，不是后壁饭迄日。不要旁开。要创啥？你不是讲重点是团圆，不是饭？那安尼那杯团圆可乐，就是你今日暗顿。哦，三姐，小宝贝，你看，你阿姑人欺负到安尼，你一定要赶紧出来交不到三工。咱救生一心，其利断金，好不？刚才听过吼，月生咧甲阿姑斗的，唔捌听过阿姑咧甲月生啊斗的，你真就唔知影见笑呢？咱斗真无简单，才要加一个新成员呢。我当然爱赶紧招斗阵，卡免我总是少数民族啊。爸妈，陈志明出差回来，我想要请设计师过来，甲房间哦重新设计，用一个婴儿房好不好？佳云，唔免遮尼麻烦啦。这个注意好哦。是啦，还是佳云吼，是要较周到哦。我看，把咱隔壁迄个房间改做囡仔房，安尼半暝后尾起来，把囡仔迄个哦，洗骨灵啊、拍下啊、哦、瓦球珠啊，安尼较方便啦。瓦球珠啊，啊，带囡仔。对啊，我阿公呢，我做这代志无啥唔对啊。啊，你是讲佳云的宝宝，你要带上？对啊。你讲几届？我是阿公呢。咱家拢总五个啦，吼！啊，你爸饲过牛奶，换过尿珠啊，啊，总共几届？十个钟头啊，算会出来哦。哦，那啊，都你当初我未退休的嘛，啊，做警察定无伫厝嘛。嗯，啊，你俩总讲带囡仔真简单哦，迄带囡仔吼比俩烦人吼，搁较麻烦呢，迄嘛拢爱替人呢。什么开玩笑！我有一届为了一个犯人哦，我三工三暝拢无休困的。哎呦，饲囡仔是一世人的代志呢。好好好，来吃饭啊，吃饭。等下，爸妈隔壁的房间，啊，唔就是我的房间。即摆意思是讲，我尿出来。啊？你有啥物意见啊？啊？你拄则不是讲要招揽新成员？无啊，我无意见。我是感觉安尼真好，天顶天公，地下母舅公，做阿舅的哦，照顾外甥本来就是应该的嘛。唔若房间以后伊爱啥物，我会当予伊，我拢会予伊，会教伊，我嘛拢会教伊。歹习惯哦，你家己留的就好。我差点仔袂记，我要予遮样物件咧。哎呀，快点，快点。阿哥有内部咯。啊！毛巾、牙刷。哎呦！嘉文啊，你今麦当然出来了吼，你今麦把退休金、新的基金、退休金吼，明仔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啊。
多谢爸。以后吼，啥物多谢啦，是啦，不准搁讲啦。好啦，莫安尼一直讲话啦，你菜拢点起来，你紧食啦。嘉文啊，这只汤吼是妈妈特别炖的，你也加啉寡，把身体顾养养，生出来囡仔吼，再安尼白白胖胖。对啦，啊，你若想要食啥物吼，你尽量甲妈妈讲。啊，有心的人口味甲较早吼，拢会无共款。安怎？邓叔叔，你是伤险啊！家己做食哦。哦，一定是他们无乖，沙子走入去目睭啊，对不？啊，是你拄只母女有精的时阵，无细里抹着目睭啊。吴家龙，我今天就佩服你的呢，你的理由当更加烂诶。你讲的才是老梗诶，搁较讲话。妈，我要啉汤。给吃我啊！我包这大，刚刚过年才你跟他买吃。来来来，谢谢。爸，来了。来来来，请啊！来来来。